太悬，啊你直射的，我咧一看，看咧我看到济，我想讲我咧树到底偌悬，到头一看，什么我咧树就那安尼尔，啊你树要哪大啊？林总林兄弟，这就是我当时在大英面的，一时之悬，林总五鬼五鬼就看伫咧这个内底。天主，这最悬的树，各位兄弟，支持咱内底，阮各位们啊，我都支持咱这么细间的树内底了，是吗？怎么这么天良啊？这比我那间较细间五寸悬的那会当大啦！天主，是不是会当哦？我寸寸看到去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各位，今麦两条路互你行，一时之悬。如果那是答应，我就放你去；如果那是不爱听，我就将你休掉。亚弟啊，天孙爹讲有道理，咱不是什么大神大高，咱无法度跨出大庙，共跨得遐尼高。咱五个只是五分野鬼而已，所以咱会当大个厝，只有一水泉，五个拢袂困嘞，总比伫外国做五分野鬼，伫外国流浪狗好，你是安怎？加油！